有一位美国艺术家在2001年发起红球计划，已经在全世界45个城市展览过。这次是25年后，来到台南，离到一头一站呢，先来去到红星庙头前的接观亭，连续10天要在不同款的所在展览，真侪民众透早就去排队，想要翕相做纪念。这个超大粒的红球，麻都麻固定在这个石峰的中央，真显白。这是众人期待的红球计划，伊到今已经去过全世界45个城市展览过。这回因为台南400栋市府邀请艺术家来参加的做交陪，红球要连续10天伫遮，一天刷一个景点做展出。伊到对市林古迹红星庙头前的接观亭去过，这些民众排队要来翕相，某学校趁机会带囡仔来认识在地文化。计划交高级的接头啊，我最想要来看，所以我家己嘛做一个红球来遮，啊，做好耍。几年前嘛有去台北，啊，迄时阵无机会过去，对。所以这个特别来遮就难定。对。台湾知府蒋元枢呢，为了彰显这个地方的重要，所以呢特地盖了这一座牌坊来代表这个地区的重要。这里就是200年前台湾的。红球计划是 Kerpersky 对2001年发起，主题是一粒直径4.5公尺、122公斤重的红气球。艺术家将在甲球放伫咧建筑物的中央做装置，每一个城市地点将来展出一摆。所来去永乐市场、台南公园、甲安平古堡等10大景点，艺术家讲球伫每一个地点看起来会有无同的感受。大家当那对着装置艺术的脚步，那欣赏城市的美丽甲历史文化。I was here in December.Working with Leslie and Elisa to find all the sites, and it's really done on foot. So I was here for a week. We're driving around, walking, and both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also finding new ideas. And the sites have to be a reflection of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, but also how the city is lived in today.活动对3月29到4月7日，随风艺术家有开放给大家望红球做活动。不过市府也是提醒来观赏的民众，唔通有伤过激动的行为，就惊红球予人破坏去。记者李雄台南采访报道。